Hi friends, 今天和大家一起啊，我们织一件非常独特的女士的上装啊，大家从各个角度先看它一眼。它有着非常非常漂亮的门襟以及底边的花纹啊，这个花纹美的不要不要的，看，而且它有着很好的这样收腰的效果。你肯定啊，非常的疑惑，它的编织方向在哪儿啊？怎样完成的呢？好，我把它从另外一个方式打开，你将会看到一个更惊艳的女装。这是它的袖子，这是它刚刚后背的部分，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侧的门襟的位置。现在你发现了吧，编织的魅力真的是无穷无尽，它会让你在很小的一方小天地上能够发挥非常非常多的想象。好，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模特穿着的这款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展示的这一款，这是它的侧面效果，还有正面以及带有后背的效果，非常的独特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完成它的教程的讲解的部分。这其实并不复杂啊，只要稍微的有一点点耐心啊，我们就能够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找不到这一页了。它使用的工具呢是跟之前我们一样的啊，也是六号的织针以及这个四股的粗线啊，六号的织针呢是这么粗的，用的是这种钢针，因为它特别滑顺啊，织起来会非常的快，松着的时候是这样，拉紧是这样的效果，看到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讲解它的织法，把它放在这个位置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，我相信啊，一个零基础的新手或者是织过一两件毛衣的编织爱好者，如果你看到这个位置啊，一定会觉着很迟疑，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一个织过，我想想啊，应该是织过十件以上的这些啊编织爱好者，肯定会对这些呢非常了解啊。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讲解它的织法。实际上它是有两个圆片组成，边沿的部分啊是这样的，叮当铃铛花纹，看我当时给它起的叫什么名字啊，是铃铛花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一会儿每一处细节我都会教给大家啊。首先来说，它实际上起针点是在这儿，也就是在它的肋部这儿起的针啊。一共起多少针呢？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一共起八针。之前我教过大家啊，这个位置的起针的方法，大家不要用最早的时候的这种啊，不要用这样的方法，不要用啊，而是怎样呢？我们需要给它用钩针的方式啊来起针，就是你找到一个，我这不是线的头的部分啊，假设它是头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直接呢给它，之前其实演示过啊，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就好了啊。实际上我们是给它在一针的范围之内啊，你看老是在这一针里边啊，你看我们从这儿给它勾出来，这就算是第一针啊，这第一针啊，应该再来一下，这样更稳固啊。你看这第一针，然后我们就给它穿在织针上，然后又跑到之前这个孔洞啊，我们每次都从一个位置进针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又给它勾出一针来，为了让它更稳固一点啊，还可以再这样来一下啊。这样你看它就会变得非常结实了，我们每一次你看都在这一个孔洞内啊，在这儿进针，看到了吗？一共用这样的方法啊，我们起八针，每一根织针上给它安排两到三针，因为我们是用四根针来编织的，对不对啊？用这种方式啊，把我们这八针都给它起好，每次都从这一个孔洞进针啊。都起好之后，最后怎样呢？最后啊，
你看这已经是起了四针的效果，你看每次都是从这一个位置进针的啊，大家留意到了吗？一会儿呢你就把，因为你是要用三根针来撑着它，然后呢用一根针去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三根针上啊，把这八针均匀的分一下就行了。均匀不了，有两个三针的，一个是两针的啊。你看，在三根针上把刚刚的起针方法勾出来的针套安排好，然后我们就要向四周环形织，同时把你起好的那一针来作为加针点。刚刚啊，教给大家起针的那一针啊，作为加针点，然后我们向四周围来编织。注意了，大家看啊，你看，我现在用织针指的所有针都是你刚刚起的那一针，它一共八针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注意了啊，同学们，你的加针点这一针是不动的。你只在它的左右加针，而且我们要隔三行，第四行在你加针点的左右各加一针，绕着加针的啊，不是那种空绕。你看，这有一个弯弯的一个，你看这一根你就发现了，它是拧着的，看出来了吗？哎，这个明显啊，用这种方式，这样孔呢就不会特别大，它与镂空的那种花纹的空加针呢还是有些区别。你加针的时候要拧着加，明白了吗？好。现在我们就在中间的这个八针的加针点的左右啊，每织三行，第四行在左右各加一针，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也就是啊，换一句话说啊，也就是我们如果把你开始第一次这个加针的这个位置啊，假设你把这个位置当成了第一行，那么你再往上织三行，第四行的时候再跟左右这样加，这样说大家能理解。在上一个视频我就这个位置啊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或者说我们用一个纸片啊给大家清晰的把这个位置说一下，也就是在每四行的范围之内我们给它加一次针，只要你数啊，每四行的范围之内就加一次，每四行就加一次。它是怎样的一种呈现呢？大家看啊，假设我这一行呢，我画一个小点啊，这一行是我加过针的一行，它是正针，它一定是正针这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反针我不加针，又到正针我又不加针，再到反针我又不加针，再到正针这一行我才加针呢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它实际上中间隔了几行，是三行，也就是第四行加。同学们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另外别忘了，我们在这一针啊，这一针是加针点，我们在它的左右各加一针，而且是隔几行隔三行，明白了吗？都是按照这个规律，我们一直向上织啊。我特意给大家写了一个后边不带数字的，就是每四行加两针，所谓加两针就是在你加针点的左右啊，对称着加。你没发现吗？它的两个小孔，加针的小孔是挨着的，看到了吗？多么的明显啊，两个小孔是挨着的，所以它加针的时候是同时加的。这下同学们理解了对不对？好，用这种方式啊，尽管我们织的不是一个筒状，但依然是环形向四周织的，明白了吧？好，当你的环形的半径啊已经达到5厘米的时候啊，同学们能理解这个意思？半径就是你从你起针正中间这个点儿这儿啊向上量，正好5厘米，而不是整个你的片儿的长度啊，就是从就半径嘛，一半圆的一半的这个长度啊，到5厘米高的时候，你的圆片一半到5厘米高的时候，这时候要改了啊，同学们，你要选其中的一份，因为你每一针啊就形成了一整份，因为你在这一整份里边规律的在加针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向上织的过程当中到了5厘米，你就在你的其中的一份里边给它选好，把它作为一个起始点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我们如果不看这一块啊，我们看这一块你就能立刻明白了啊。也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一份里边啊，我在这儿，我们从这边数针数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，我在第七针的位置，给它从第七针位置这边算是它的另外一侧，那么从第八针啊往这边给它算到另外一侧，这样我改往返织。之前你是环形织，现在从这个位置改往返织，那么它就形成一个。